啊，今日来咱的嘉宾吼，第一个足久无落雨啊啦吼，啊，咱求咱妈祖婆吼，甲咱庇佑，啊，咱会使有一个春雨，啊，大家用水较袂较艰苦啦吼。啊，第二项就是上重要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的未来，咱嘉义会使用的问题啦吼。啊，咱嘉义是一个农业县。所以咱有足好，嘛有足多下农产。不过咱的嘉义嘛需要有一个好的未来世代的产业。所以咱的翁章的啦，咱的馆长哦，足积极的啦。伊讲咱一定要成功，要咱的嘉义建立起台湾未来世代最重要的产业之一，就是咱的无人机产业哦。啊，咱嘛希望讲这个上重要的未来的产业，啊嘛是高科技的产业，会使来到咱的嘉义，和咱的嘉义湾领导台湾走进未来的产业，大家好啊！好，啊，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政府要发每一个人6000块啦，吼。啊，这6000块是阮做的嘛？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这几年来，咱台湾人拢足怕，嘛足团结，所以咱在疫情的时阵，我们可以安然度过，啊，咱的经济嘛在持续的发展，所以咱的税收有增加，增加到足多，啊有春，所以咱就想讲，这笔钱咱要安怎来使用？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讲，因为这笔钱。咱转台湾来，咱才要做伙赚回来，所以咱即摆就分了每一个人6000块，会使来减轻讲大家的生活的负担啦吼。啊，这6000块不是20岁以上或18岁以上才可以领哦，你刚刚生出来的娃娃也可以领，来个好不好？哦。啊，行政院讲加码，讲即摆还袂生出来，年纪偏生的也可以领，你好不好？所以，咱即马已经开始登记，要领这个6000块吼。啊，若是有要请领的吼，啊，咱大家拢去会加去登记啦吼。啊，若是咱老大人吼，会使叫咱的四岁，甲咱到帮忙一下去登记一下。啊，咱若希望讲咱的少年人，咧生活的方面，咱政府会使甲斗相共。所以我做总统以来，咱甲咱的少年人吼，足侪的补贴。啊，有一项就是因若是在外口吃头路，爱租厝，咱嘛有租金补贴啦吼。啊，因若结婚要生囡仔，我们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，咱有1000元，一年1000元的钱来帮助咱的少年人要饲囡仔吼，咱都跟斗相共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咱的台湾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，但是咱的挑战也足多。不过咱若团结、有信心，咱就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台湾会越来越好，来个好不好？好！多谢大家，啊，咱也希望咱的妈祖婆继续给咱保庇，啊，也希望讲咱这几天咱就有雨水，予咱家己会感觉讲。有较用水，有较轻松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